咱各位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咱们困有好无？拄好，我听你困了上好，阮上大声。哦，其实我大概吼，我来第一暝我都一定困袂好诶，我都过铺拢歹困。所以恁若困会好诶吼，恭喜啊，恁算幸福诶吼。啊，因为拢阮较早第一届吼，2011年1月16日，吼我印象足深。哦，伊个寒流来，咱只6度，啊，迄阵来比无像即马遮好啊，吼。迄阵我来家己扎睡袋来，啊，迄阵第一期诶时，啊，结果睡袋讲会当冻外烧，拄外烧，啊，无影无食，吼，迄暝寒甲，寒到你困袂去啊，吼。结果咱阁较歹困哦，较晏困。人拢咧顾咱都困袂去啊，咱孤输人啊。嘿，迄阵拢通铺哦，一间拢困十几个安尼。啊，我记我一个建筑师朋友吼，因过去30几年前，迄阵因算高收入诶，啊，所以不是有工会拢会办出去旅游。啊，过去诶经验讲，哦，那去看会孤诶困做伙哦。拢去学会寒，寒到困袂去。啊，有迄届吼，有讲，把所有会寒的捡学归根啦。较早大部分拢去那照顾团的迄、那个，伊个设备原来拢通铺的，啊，真正归根啊。结果我的朋友那算熬寒的，结果吼，伊困到一半，他感觉足差的吼，就起来，吼、哦，寒到真正迄玻璃拢咕咕叫安尼啦。你看有大声无？那边在睏，啊，所以到尾啊，一个爬起，到尾啊，剩两个在睏，冠军的甲亚军的，迄两个在睏，剩的被东北打败拢起来吼、哦。所以恁若睏的也算真好。啊，拄好有听了秘书长咧讲了马英九，吼、哦，伊个数学都无及家人啊，啊，会晓治袂晓算的款，吼、哦。啊，所以，甲咱的国家吼，甲、哦、咱台湾咱治理甲密密麻麻呢。这7年外来，咱台湾人有够有足对无？啊，恁认为这7年，恁有敢有加较好过？那有亚洲我看麦，无半个吼。真正，那台湾人安尼目睭高落喇叭，还遐济台湾人去选伊做总统，他想无吼？哎，啊，其实这有原因嘛吼。我讲一个故事，在美国咧开一个。显微手术的外科的这个医学国际研讨会哈，啊，下晡时啊，有迄个喝下午茶时间，啊，就有诶三医生吼，伫迄个做人遐咧开讲，啉咖啡开讲，一个日本诶，一个美国诶，一个台湾诶，啊，日本迄个医师就臭屁讲，哦，阮10年前阮诶显微手术就足进步啊。因為我有一个囡仔吼，5岁的囡仔，跋落迄个地铁吼，捷运的地铁，迄个捷运的车甲搞过，双手挂搞个密密麻麻，我用显微手术甲倒倒转去，就修理好。好，5年后，啊，10年后，15岁伊参加世界钢琴比赛得冠军，表示伊的手接了足好个，神经拢接有过安尼。啊，即话美国这个臭屁。比如讲，阮10年前嘛有一个10岁少年囡仔，车祸吼，脚搞到碎，我甲截肢，我用鸵鸟的脚甲倒起哩。10年后，伊参加奥运比赛嘛得冠军啦。鸵鸟一般做啊走，嘿，咱台湾有人去饲鸵鸟哦，迄个走出去吼，我都撞了，撞去袂掉啊，太好走的吼。啊！即嘛在咧两个咧等台湾这医生们在吵去，台湾这医生安尼微微啊笑，啊！恁恁哪有啥？阮20年前，吼、哦，阮有一个40岁中壮年人，车祸弄得头壳破的，迄脑浆拢喷出去。啊！阮用低脑甲移植入去，即嘛迄个伫台湾咧做总统，用低脑咧治国，你看。莫怪伊个弟弟个密密麻麻吼，外国起错。啊，
家己做到贪污的好，佫拢讲别人贪污，拢讲阿扁也贪污哈。啊，即摆即个总统唔是咧用电脑咧治国啊，你知无？伊讲啊，洛阳叫做洛阳乡么，好无？我你看即真正电脑连洛阳先做啥唔知啊？啊，你来看伊即摆用么咧治国？好，伊即摆用一个毛主国咧做行政院长，好无？真正用毛咧治国，唔是用毛咧治国，哦，毛治国。啊，较早咱自细汉读国民校，哦，迄阵我会去读小学，迄围墙国小围墙拢写反攻抗日，杀猪拔毛，好无？啊，尾仔即摆你看。啊！要反攻大陆啊！竟然咧灭共，哦，咧清共。啊，咱迄阵叫咱讲去做兵，爱对应反攻大陆，啊，即马结果无啊，啊，无敢回事咧。好、哦，迄阵佫甲咱讲要杀猪拔毛，啊，即马开始佫咧杀猪拔毛。咱即马咱真正台湾人爱杀猪拔毛，因为因即马东主席叫做朱立伦。行政院长做毛主国，我讲真正，这个政党哈，这个政府个病，啊，真正台湾人爱来杀猪拔毛哈 ，OK。我今麦去选一个，这个今麦国民党内底敢那拢无查甫囝，忽一个查某的这个洪秀柱竟然，迄日军的拢会甲灌票，灌甲四六六趴通过伊那么什么防专门槛哈。OK， 好，这题外话，咱即马讲，等下讲只哈。那么是安怎？阿强啊，哈，伊1949年10月7日，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伫北京宣布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哈。啊，乘胜追击，伫10月底来拍金门，发生这古林头战役。啊，是安怎？本来咧，国民迄、那个阿强啊，解放军咧拍这个国民党军，敢那咧倒定年干，有呐？伊那呛这样子咧，讲我要拍对了吼，国民党军就差不多准备咧走路啊，哈，要撤退啊，因为迄阵的国民党的士气足弱的。啊，这个古林头战役竟然阿强还吃败仗，什么原因？因为迄阵的。阿强啊，迄个指挥官叫做叶飞，伊拍福州啊赢，去拍厦门啊赢，迄个算常胜将军的对吧？按正讲，若要来摕金门，金门比厦门佫较细地，啊，这一定足够摕。哦，他不派他不，佮要一万个这个解放军，啊，坐到200几只渔船啊，都要来围攻金门，但是。伊唔知影讲，金门顶官呢，指挥官已经换人啊，唔是换国民党的这个黄埔军校的人啊。因怎啊？较早有一句话，这个国民党的将军去中国咧讲讲，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这确实呢，因为迄阵的黄埔军校是苏联出钱。甲出即个武器设立的，蒋介石伫遐做校长，周恩来做教务长，所以国共分裂了，哈、哦，你即个黄埔军校有一部分是效忠毛泽东的即个黄埔军校毕业的，那么国共伫即个二次世界战后咧内战的时，嗯，啊，你国民党军你啊将军用什么部署？我解放军的将军嘛知影，所以是安怎尾仔咧战，啊毛泽东较敖用这个统战，啊佫敖用这个间谍战，伊安排足侪重要的这个间谍拢伫蒋介石的这个幕僚群内底，伊这个参谋人员，你咧兵推，结果内底兵推内底的人都有匪谍藏伫内底啊，所以你。蒋介石咧变什么棒？毛泽东拢作战，所以唔看咧国共内战咧拍，国民党输到走路吼。
啊，到来到台湾，平湖，佮存一个金门，结果金门吼，蒋介石首先就去特派一个密使去日本找，迄当时关东军伫东北，咧含阿强阿小战只个，即个将军叫做根本博将军。那么这个将军我那真有架势。迄阵战后，照讲盟军的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命令，叫东北，唔是一般命令。迄阵的盟军就是讲，所有的东北军，包括北韩啊，三十八度线以北，是要向苏联军远东军区的总司令来导航，缴械的。但这个根本博将军，袂见高武器出去。伊为内蒙古，因为遐有四万几个日本的这个人民吼，眷属，阿袂完全撤退，所以伊爱留这武器，甲这军人，沿路保护解放军，唔是日本的这个人民，爱安全撤退，来到港口坐船啊，等于日本。而且伊下命令讲，那只要苏联军要来给咱剿灭，咱就是拼搏导航，拍战到死为止。安尼硬保甲这日本人拢撤退。所以这日本人足感谢这个根本博将军，讲有价值。伊为着日本的人民的安全，伊无要听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的命令哈。啊，伊剿匪作战足有经验，所以。蒋介石派秘书去甲邀请，拜托伊来教阮国民党军要安怎防卫这个金门，所以指挥官换人啊。而且为洪山迄阵孙立人将军训练，哦，南部即个台湾军少年的，咱迄阵的拄啊战后，台湾日本台湾拄啊投降。迄当时的台湾的少年囡啊，要足有日本精神，烧钱拢要足大的战斗力甲士气，所以遐训练好的台湾军，去要派去伫金门，去支援金门。结果咧，真正咧战争咧拍，拢是咱只台湾军。所以只有讲换人，兵啊换咱台湾军，咱只台湾军唔捌拍败过，所以迄个士气，吼，甲要讲要保护台湾去拍。去守金门是前线要保护后方的台湾甲平湖，所以迄款的战斗力非常强。阿强啊，可惜，伊登陆起来，根本无将军迄阵来，就已经换中华民国的军装，穿中华民国军装，佮换汉名、中国名。可是林根本无将军，伊改名叫做。那个林本源的话，好改这名，所以解放军也唔知啊，科学就起来啊。啊，这根本无将军用口袋战术，就用伫海岸惊啊趴着啊，就开一个口号，解放军起来。啊，我解放军认为讲啊，这过去拢安尼啦，我若安尼趴开枪啊，中华民国军就走路啊，就大组队就起来，遐起来吼，拢被包围，好、啊，所以。在迄个古林头战役，阿强啊，差不多死到要六千啊，迄一万的来，差不多死到要六千的，啊三千几个受俘虏，要掠起吼。所以迄个国民党军准底下士气大振，但是迄阵蒋介石拢唔敢讲指挥官换人，啊是咧派拢台湾军，遐老啊拢去秘伫咧坑道，伫咧碉堡内底啊，前线咧派也穿咧看。共产党军、解放军的派拢在台湾兵，啊，所以郝柏村迄阵底啊，敢那做排长尔，完了接受根本无将军的指挥，所以未见未晓咧讲因迄阵拍古林头战役外高对外高，唔知见晓。中国人是抢工作敖，啊，若有罪过，拢推予别人。我恁敢呢？伫电视呢，大言不惭，讲因话英勇。你若做个恶战的，你袂走路走来到金门，佮走来到台湾，
对吧？你若讲常胜将军，恁介好少见，你中国遐大片就袂讲，这也三四年胖人，吼、哦，袂计袂少。好，过来咱来讨论讲，这个是国共内战，你也知道，哈、哦，这是中国分裂变两个政府，啊、哦，一个国民党政府，一个毛泽东政府，哈、哦，延安政府，过来看。现在阿强啊，敢那拍敢拍金门马祖，唔敢拍台湾甲澎湖。这原因就讲，你若拍台湾甲澎湖，这就变国际战争。台湾澎湖是日本国的啊，对不对？啊，你拍金门马祖，迄是恁国共内战，恁家己中国内底咧内战嘛。但是到今嘛，中国解放军唔捌拍一粒。甚至一个炮弹拍来到台湾甲平湖，无毛泽东头壳该清楚，伊知影美国袂使惹的。你拍台湾甲平湖等于拍美日，你等于违反了美日安保条约，拄啊世界上强的两个国家来对付你。所以毛泽东迄阵的武力，伊知影伊足弱的，所以唔敢遮，唔敢拍台湾甲平湖哈。OK。那么被占领区的国防是要占领军来负责，台湾甲澎湖的国防安全，美国来负责。哦，占领军是美国嘛？啊，咱美国委托蒋介石的部队来，所以伊叫蒋介石，你爱向我美国买武器，哦，你爱替我顾台湾。结果台湾人该衰，台湾人纳的税金。哦，国民党提议去甲美国买武器，台湾人迄阵唔捌国际战争法，唔捌讲，唔知影讲咱台湾人去用占领，袂使去替占领军做兵，叫你看有够衰。台湾甲澎湖是美国的前线，是美国第一岛链，为南韩、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一直到澳洲，这个第一岛链。台湾人咧替美国顾前线，敢若讲台湾人咧做美国的保全，咧徛大门，咧替美国人咧顾前线。台湾人爱开钱，啊！你做保全，头家阁无发武器给你咧，你就爱纳税金，家己去买武器，阁来替美国人徛大门顾前线。啊！你看咱有衰无？阁爱家己炸便当，你。这个饭，你吃的饭，这个饭也是台湾人纳税金，台湾的农民种稻啊，供应给你吃的，不是？所以这样你看我们台湾人有衰吗？哦，有。好，那么你看蒋介石，他都穿军装，重要的庆典会议，还是就职都穿军装，他自己知道他是代理美国军政府来占领台湾。你捌看到蒋介石穿西装无？唔捌吼，其实捌穿啦吼，但是伫台湾伊拢穿军装，也不如穿长袍马褂。伊穿西装就是爱离开台湾，伊已经唔是军方的迄个占领军的新闻的时吼，出去就穿西装吼。啊，咱过来看，1960年6月18日，美国的当时的总统叫做艾森豪。来访问台湾，蒋介石去上山见面甲迎接，这个才是头家啦。头家穿西装，你看，伊都爱穿军装安尼。虽然有两个拢当总统，蒋介石号称流亡中华民国总统，但是伊都爱穿军装，好来迎接。好，那么伊什么时阵穿西装呢？就是去访问菲律宾哈，1949年伊。到了台湾，了去访问菲律宾，看迄阵的基里诺总统，就穿西装拍军人，拍人个待遇啊。佮包括伊访问北迄个南韩，看李承晚总统见面，嘛是穿西装啊。为者你了知影讲，离开台湾蒋介石就是平民啦啊。好，由咱顶晚所讲的这十几项，的一寡法理依据佮迹象。咱会当看到，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一切依法行事，但是依法，伊嘛作客贸易政策，伊是依台湾关系法来管台湾，伊唔是依旧金山和平条约，伊迄些，迄个上重要，迄个唱了后壁，哈。美国总统是受国会甲法院的监督，唔敢违法。国会立法，和行美国行政首长总统来依法行政。啊，你若无依法行政，后壁有一个法院，哦，一定来给处理，哈、哦。过来，国际社会拢了解咱台湾的正港的国际地位，啊，都敢那独独咱台湾人哈，敢、哦、那被蒙在鼓里。那呐，国民党唔爱让你知影咱的真相。唔好你知影咱的历史的真相，所以咱拢中了国民党的洗脑的毒，所以咱来遮就是要反洗脑，吼、哦，把过去错误的观念，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好无？这种错误，把你灌输错误的观念，讲咱拢是炎黄子孙，唔够奇怪。我们并不足，我们是南岛语系，哈、哦。咱台湾人85%以上，你的血甲抽开，你内底血85%，拢是南岛语系的血统。伫中国那边的血统占1-2%尔，啊！你竟然承认你是1-2%的族群，你去承认中国人，这错误，哈、哦。中国政府蒋介石的这些流亡集团来台湾了，开始跟咱做洗脑的工作，讲我们都是中国人，哈、哦，意思就是在跟咱讲，咱拢共国的。但你来看，台湾受到上大迫害就是中国人。咱台湾伊和拢和平讲，咱拢共国的，但是拢咧迫害台湾人。啊！咱台湾人的上大的敌人、上大的敌国，对一个中国啊！无论你是中华民国也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迄阵第二次世界大战，咱日本台湾是跟中华民国咧相战，所以咱是敌国啊！蒋介石走路来台湾了，嘛是讲咱是中国人。但是咱即马最大的敌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嘛是中国人。啊，竟然咱台湾人2008年的选举，哎，选了通牌马英九，这中国人，讲伊中国人嘛怪怪，因为伊伫香港生啊。啊，你若讲伊英国，因咧欧洲的系统，伊是属地主义啊。你伫英国生，你来英国人啊！啊，结果伊走去美国，佮摕美国的绿卡，佮做美国人。啊，到底伊做一个个，咱拢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呢。咱台湾人，这另一个议员、立法委员，你问 AIT 的官员讲，哦，马英九的身份很复杂，完了，真正复杂的哈。到现在都还搞不太清楚。好，以上的种种迹象来证明美国一直在管辖治理台湾，就你讲我都没看到美军，其实有2000几个美国的工作人员在台湾，他们都穿便服，重要的这个军事设施像监听站啊，在雷达站都是美国人在那里操在操作这些仪器设备，好，得到的这些资讯都连接去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夏威夷总部，好，底下，好，美军从来不离开台湾，一直在占领中，好，好，好 ，OK。过来，咱来参考其他国家自治建国模式，咱来做一下探讨。好来，古巴的建国模式，美国跟西班牙的。1898年修建哈，那么没三个月，西班牙就倒亡。然后你98年
十二月七十伫巴黎，巴黎签一个巴黎合约哈。西班牙根据巴黎合约放弃古巴，哦，这跟台湾该同款，台湾嘛是被放弃。然后割让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给美国。那么美国协助古巴，伫1902年5月20日，和古巴独立建国成功。好，这五月二十。好，过来咱来看，古巴跟台湾的境遇来做一个比较。这两个拢是因为合约被放弃，台湾是旧金山合约，啊，古巴是巴黎合约。古巴独立成功，但是台湾较近地位未定。这原因是因为古巴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敢那殖民地才会当割让，还是可以独立去处理。台湾已经是日本，在1945年4月7日，日本的明治宪法、帝国宪法在台湾实施，台湾已经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所以割袂处理。这个原因就是讲，迄当时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国际法、国际战争法的观念，所以定下咧号称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就是因无了解国际法，所以咱秘书长这套论述一个出来了，阿强那边就无咧讲，这三四年就无听咧讲。台湾澎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么改啊，跟他讲，台湾跟澎湖是中共的核心利益。这么跟他改讲安尼啊，就无咧，因为法律站不住脚。恁阿公的时阵，跋输叫，把土地割让给人啊，把台湾片哦割让给日本天皇啊。啊，你今要跟你讲，台湾片哦，这迄阵是阮阿公的土地呢。要今麦要给你抢啊呢，要用笑死哈。好，过来看菲律宾的建国模式，赶快美因为美西战争签巴黎合约，为西班牙、美国合法取得菲律宾，受制于非独。台湾国民党有讲有台独，菲律宾嘛有非独哈。啊，菲律宾的非独也反抗军拢怕游击战，不惜一。怕美军去骚扰美军，啊，怕了打就跑，游击战就打就跑。美军就派兵去甲追剿，啊，你呾菲律宾呾4000几个岛，较大岛2000几个岛，你甲追剿，伊就为这个岛走迄个岛，啊，你过来就伊个走迄个岛，吼，美军头壳真正冒咧烧，啊，丛林战就也足歹，美军也足歹拍赢吼，所以1937年甲1946年，美国。就这个反抗军的这个首领来协商，讲你搁我管十党，吼，啊，互恁自治，吼，啊，互恁上轨道，知影讲要哪治理这个国家了，我较互你建国，吼，所以，但是中间有一个日军1940年发动太平洋战争，哦，去攻占攻陷马尼拉，迄阵的麦克阿瑟跟菲律宾总统一同撤退去澳洲。所以阵麦克阿瑟要离开菲律宾的时候，讲一句：“我必将再回来。”哈。到1945年9月7日，日本投降了。在1947年7月7日，美国协助下，和这个菲律宾独立建国成功。哈，你注意看这個日期，7月7日。所以菲律宾的国庆日跟美国的国庆日是同一天。啊嘛，真趣味哦！咱2010年，美国邀请咱伫华盛顿特区，吼、哦，设立台湾民政府挂牌嘛，是伫7月7日，哦，所以这意涵话真深嘛，吼、哦。那么菲律宾，迄当时麦克阿瑟是伫菲律宾咧做总司令。伊即世人上无民主的，就是伫伊的任内，美国的所管辖的领土，去予敌军占领，就是菲律宾。
所以麦克阿瑟一世人无采伊西点军校第一名毕业哦啊，一路安尼战功彪炳哦。所以足切台湾人就是讲，迄阵台湾军，包括为高屏地区哈、台南地区的迄个临时战斗机起飞，飞到马尼拉，去到马尼拉的迄个麦克阿瑟将军管辖的这个空军哈、克拉克空军基地。遐个战斗机、运输机、轰炸机，拢个炸盘。你美国无想着讲有飞行机，我都伫遐个所在飞到马尼拉，因无想着。哦，伊无想讲临时战斗机遐先有遐个飞就对了。哦，啊，尤其去拍菲律宾的是美军的基地，哦，两万几个人的一个基地，迄个。迄阵咱有高沙义勇军，好吧？高沙的这个义勇军招募的这个义勇军，唔是迄阵要唔是用征兵哦，是义勇军哈。哦，迄阵一个高沙的一个招募义勇军，哦，几十万人挤咪去做，结果敢那录取千几个呢？哦，啊遐拢足够烧钱的，尤其丛林战。因为高山拢伫山内底走来走去，爬山也作呕，爬山敢那咧行平路呢。啊，美军的基地，后壁有山啊山，头前三面一个向海啊，后丘陵。美军想讲，因无可能为后壁来做敢那过头前，布阵布伫头前呢。唔知影咱高山真正为后山突袭落来，你比手榴弹四个也袂较轻。佮突袭，因美军船、布阵船拢乱呢，所以日本军配合落，一下就把迄基地摕开。啊，唔怕安尼，麦克阿瑟规个布局拢乱呢，哈、啊。所以真短时间，规个菲律宾了，日本皇军佮摕开。啊，所以咱高沙军底下建立的上大的功劳。所以为遐开始，日本军非常重视咱这个高沙义勇军，即等于。全世界迄当时常用的特种作战部队，一支反倒就会当伫丛林内底，免后勤补给，因为尾仔做者伊迄个尾仔建一个军，迄、那个咱台湾军吼，伊有派伫南太平洋战争，你记伫印尼有一个，迄、那个卑南族的叫做李光辉有无？建后要三十年，开始用发电伫丛林，家己一个人伫丛林安尼，有法度生活，有够厉害吼！哦、表示迄当时伫南太平洋战争，你知迄阵的日本军通信器材，迄阵的通信器材无遐好，通信的距离无通遐远，有时啊过一支大山，两个迄个无线电就连袂到啊，通信就袂通啊。迄阵不时。部队兼后勤补给的部队连累起来，哈、哦、失散了。所以伫丛林咧行咧行军，补给接袂到的是无饭通食，拢靠咱的高沙义勇军伫山林内底做陷阱掠捕兽，哈、哦，咧供应这个蛋白质或者是日本军，还是看有啥物树叶外心叶外当食。啊，是土卡有啥物根茎，来当挖来食来饲只日本军，所以见到日本军有挖只人，非常感恩只咱只高沙义勇军台湾军哈。所以现在日本的靖国神社内底是39,100台湾军伫内底的英灵，迄大部分拢是高沙族的哈，所以日本人足配合高沙族哈。过来，咱来看立陶宛的建国模式哈。立陶宛这个所在，啊，这边是这个莫斯科里家，白俄罗斯里家哈，这个乌克兰，好，啊，这小国家哈，立陶宛啊、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罗的海三小国，啊，这个国家，伊伫第二次世界战后就随后苏联甲并吞哈，但是因伫1990年3月10日。宣布独立，即因个民间议会家己宣布独立，
迄当时的国际社会拢咧观望，包括美国、加拿大拢无甲承认。你讲你唔在咧算真啊算假啊？但是立陶宛的人民对这迄阵苏联的占领军所办的选举，和迄个投票率低于50%，差不多30%呢。这个投票率这低，全世界就知影讲，立陶宛的人民已经无要搁和苏联军来管了、哦、所以国际都无承认苏联统治这个立陶宛的合法性、哦、所以在1992年9月7日，立陶宛完成独立，迄阵苏联顶着率先承认，伊就知影讲大势已去啊。咱为立陶宛抵制占领军所办的选举的这个意义来对比，讲咱台湾人参与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这个政权的选举甲投票效果。你也想，咱即马甲要逐年拢咧选举，啊，咱一般拢讲来讲总统大选，总统大选，咱干那咱台湾人摕着中华民国迄个身份证，打入去到投票所，咱去甲领个选票，咱就先输一半。你是毋是承认你是中华民国国民？你承认你是中国人？啊，咱就先输伊啊嘛！你等于背叛日本台湾，去投入敌营，变成中国人，然后去参伫自由意志下去投迄张票。伫2008年投出来，结果通牌马英九赢，独牌谢长廷赢200万票。2012年，小英三只小猪认为讲胜利在望。结果，咱台湾人搁入去投票，哇，嘛要输80万票，拢是通牌对独牌，吼、哦。迄两间你若甲当作是统独公投，咱输呢。这个莫怪是那美国的动工，不爱好阿扁也办统独公投。恁台湾人读甲无清楚嘛，投落阮输呀。搁遐摆遐烂的马英九，遐烂卡尾。咱就输200万票，甲80万票，啊！若创一个枪棒出来，吼、哦！所以美国头壳解清楚，美国看解，美国看足清楚，吼、哦！啊！所以咱本土台湾人应该爱抵制任何中华民国各级的选举，无论县市长、立法委员、咱总统，吼、哦，咱所有选举拢咱爱抵制。咱卡民无共讲嘛，张秘书长嘛有讲啊，流亡的吐蕃，吼、哦，西藏的政府流亡去伫印度的达兰萨拉，因咧选因的吐蕃的总理的时，敢有招印度人来做来投票？无啊，印度人他个嘛清楚，迄恁家己的流亡西藏的问题，恁家己代志恁家己去选，哦，我要选阮印度的总统。过来，咱来看琉球反乱模式。1952年2月29日，哈、哦，琉球民政府成立，有毛行政、立法、司法，哈、哦，这是美国的军政府下卡，伫美国来要求设立的哈、哦。那么，迄当时1948年到1958年这10年的时间，因用美行军票当作钱咧流通，1958年以后才开始用美金，哈、哦。那么，在1972年反乱进程，琉球人若要去日本的本土，要去东京读册啊、做生意，拢爱向美国琉球民政府去申请旅行证件。这个旅行证件就是类似 passport 哈、啊、护照的功能。迄阵琉球算日本国的境外，因为被占领，是美军咧统治。所以唔是国内线，琉球飞东京唔是国内线哦，吼、哦，迄正定爱出国的意思，吼、哦，同款，吼、哦，你来看，这是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所发的这个旅行证明书，就是护照的意思，吼、哦，你爱摕到这个，你琉球人开会当离开琉球，吼、哦，摕这个
去到日本的本土。OK， 那么咱台湾民政府将来，咱嘛一个向，咱即马嘛一个向美国要求，讲我是日本台湾人的后裔，我是日本人，我是日本国籍。但是你即马占领军来甲阮占领，甲阮变更阮的国籍，吼、哦。那么我是日本人，我不被提中华民国迄、那个假流氓政府所发的护照，我被。依照国际战争法，你是正港的占领军，哦，阮是和你美国打败，阮唔是要中华民国打败。你爱发你美国台湾民政府的旅行证件给阮，哈、哦，所以将来咱可能会提一本 travel document， 啊、哦，旅行证明书，啊、哦，这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啊、哦，所发的这个证件，哦，类似将来类似的安尼啦，哈、哦。OK， 好，啊，你注意看，迄阵日本伫1971年6月17日，和美国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琉球返还协定，进前伫1969年就协商啊，哈。迄阵日本政府已经重建复兴啊，哈，已经，迄阵日本的电视啦、录影机、录音机，吼、哦，做甲足好个。俗歌好用，畅销全世界，所以日本政府有赚到钱啊。所以就去跟美国政府协商讲，我爱赔你偌济钱的战争债，你卡要甲琉球还我。美国去当时43年前啊，开3亿2000万美金，所以美国甲这条，嘛日本甲这条钱赔予美国了哈，因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根据这个琉球返还协定，在1972年5月15日，迄当时的尼克森政府把琉球返还给日本政府，包括钓鱼台，哈、哦，啊，这属两个南洋岛，哎，你要注意哦，拢无办公道，所以介个台湾独派钓工摕琉球，钓工我袂甲你写写讲，当时琉球是因为国民投票，讲拢要等于日本，所以才安尼等于回归日本的，错。这是日本政府开钱，把这个战争债还掉，才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有这个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这是法律文件嘛？哦，协定跟条约哦类似的哈、哦。有这个协定，才根据协定才等于好。啊，你会想讲，嗯，啊，钓鱼台不是咱台湾吗？哦，日本是拢讲叫做尖阁群岛，无唔对。钓鱼台是迄当时。宜兰头城管的，诶，行政区拨伫宜兰，啊，你莫袂记哦。迄当时是台北州宜兰厅头城的钓鱼台，哦，钓鱼台是台湾的，无唔对。啊，你莫袂记，台湾是日本天皇的，对唔对？所以钓鱼台是毋是日本的？对啊。哦，啊，台湾人拢跟中华民国拢断章取义，嗯，钓鱼台咱的。你不想讲钓鱼台，嘛台湾遮大地，包括钓鱼台拢是日本天皇的，哈、哦、好。好，那么琉球伫美军占领下，伊有一个指挥结构系统，哈、哦，啊，这是战后，哦，20、30年后，较解密的一寡资料，啊，日本的一寡学者专家去研究，较知影讲哦，原来迄东西是安尼，哈、哦。来，美国合众国政府下骹的。国防部，伊下骹有美国军政府，甲伊来下骹的台民政府，伊较有资格来命令，还是下指令来指示下骹的琉球政府来管冲绳这些住民。同款，咱即马同款咧，来你甲刷过来这边，美国合众国政府下骹的国防部，下骹的美国台湾军政府，甲台湾民政府。较有资格来下令指示，予台湾政府。你注意看，实际上这个台湾民政府的挂号，将来咱来执政，这个名就提掉，吼、哦，变台湾政府。咱接受美国的指令来管台湾平和这住民，啊、哦，将来是安尼。你是要先把这个指挥结构系统上下位置给弄清楚，哈、哦。好，
六十几年来，啊，即卖已经七十年啊哈。伫中国党国教育啥，咱做一台湾人拢许教做中国人认同中国。你记咱迄阵我去国小，啊是国中，咱来做一部阿伯，拢有写一个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有无？你甲咱洗脑，改成做中国人拢堂堂正正，啊那做台湾人拢奇奇歪歪。所以这先哦，甲你写句吼，白册，甲你讲一百遍，甲你讲一年两年，你都拢听讲当作是啊，咱拢朗朗上口，吼、哦，咱管做管事讲，啊，我要来大陆佚佗，马英九拢讲，不要说那边是中国，要说遐是大陆。马英九所讲的，咱哪拢甲倒边做就对啦。你若甲你的朋友讲，我有你若甲美国朋友啦，哈，你的美国朋友讲，我后礼拜要来大陆佚佗一礼拜。哦，你这美国朋友就读到正了，但是你是要去对，因为全世界有六个大陆：北美洲大陆、南美洲大陆有无？欧洲大陆、非洲大陆、哦、澳洲大陆，搁一个亚洲大陆，六个。啊，你是要对一个大陆佚佗啊？但是咱就就古早，咱就定讲大陆大陆，我讲了惯势，迄边叫做中国啦，安尼就足清楚啊。你若讲我后礼拜要去中国佚佗一礼拜，足清楚的。但是中国人伫台湾就是拢用生文字游戏，好、哦，啊，咱嘛定咧讲外省外省，外省人有无？食外省面，台湾敢若两种人足好分的，一个叫做本土台湾人，哦，就是。他都要哦，就张咱讲，那你老提到迄个台湾民政府所发的这个公民证哈，叫做正港台湾人。就只要你的爸爸妈妈日本时代有户口的，有户口成本的，所生落来拢是本土台湾人。那么1945年10月25日，中国军来台湾了以后来，迄拢唔是哦，迄拢中国人哦。所以你甲分中。台湾有两种人，一个本土台湾人，剩的拢叫做外国人，安尼有好分无？包括中国人、中国军来台湾，有蒋介石、有麦克阿瑟派来，遐拢是外国人，吼、哦，安尼就好分啊啦，吼、哦，好，我、哦、这头都要讲了，2008年到2012年，刘鹏的中华民国总统大选，这根本会再甲当作是一个统独公投，吼、哦。迄当是咱阿公真正合作统独公投，哦啊，真正台湾变做统派的台湾，过去哦中国合法甲你并吞，因为所有的外国人、外国的国家拢爱尊重恁台湾人民主选举用选的，好、哦，所以解放军来入来台湾，美日安保条约说师出无名，那美国号称民主国家爱尊重。台湾朋友，监管这台湾主民的自由选择权，哦，啊，无你咧讲民主咧讲假，人公投投出来，结果你也讲尊重啊，吼、哦。啊，这是国际法来讲是合法的，有可能哈、哦。到时美日安保条约会很难插手干涉，台湾将沦入勇士浩劫，哇！中国人迄款水准遮低吼，咱若堪伊夹做伙吼，咱真正要畏死。我昨日讲，台湾日本时代咧统治时根本无违建，中国人来了靠违建。哎，啊，你主要看，咱若去日本，你会感觉讲，日本海拢遐清气，连巷仔路内底也足清气。迄真正日本人真正有古魔吼，啊咱。去日本统治50年，台湾人嘛孤毛起来，咱嘛足清气啊！我说日本人，日本警察迄阵咧管台湾足有威严的。我做迄阵，阮爸爸拢嘛讲咧，警察大人，大人就是足有威严嘛，有权力，啊做代志较公正安尼吼，会当排解乡迄、那个乡里的一挂乡民的这个有。纠纷啊啥，拢日本警察出面来处理。啊，结果换中国
中国人来台湾咧管台湾，哦，中国人做警察，嘿，拢爱红包，嘿，当伊来咧演讲讲，我们不收红包。台湾人一阵听无红包是啥物？你说日本的台湾人无咧送红包这个例啊？奇怪，啥物叫红包？尾啊，开始中国人伫台湾咧管行政，台湾人咧签啥物证件，要签商业登记证啊啥，那都签袂过。尾啊，有人头讲讲，啊，你得爱塞红包啊！哦，塞红包是啥？都放只红包落啊，内底塞钱，夹在这个卷宗内底送去。就准啊！哦，原来就是安尼哦，莫怪咧讲红包。因中国人中山装，你会看伊个中山装，哦，那底有够侪，佫会伸缩个呢。吼、哦，唔是这两个有呢，下骹只佫有呢。这都拢咧提红包个啊！为遐来，佮开始有红包文化，无较早咱唔知啥物叫红包。台湾人真正有遮个中国人污染，啊，中国人佫袂见着嘛，讲一套做一套，伊讲我们不收红包，哦，其实这清朝就开始啊，清朝派官来一届三年，伊今日含咱原住民合作，佫要反清复明，所以红阿婆拢袂当来，无，干那红来，啊，无惊拢靠阿弟大清迄边，啊，所以你才做三年满要转，结果因。三年还没满，伊落地啊，地甲满满满。哦，三年关两年满，是这个意思。直接外国甲金银财宝一堆啊嘛。哦，就等要等于台清啊。哦，啊，中国人来管台湾，检察为检察大人，迄、那个大人判刑，剩检察六十级吧。哦，无迄个威严啊！你啊，大家拢讲，哎，拢收红包的。台湾人开始看无起检察。无较早警察拢伫高高在上，日本时代囡仔咧哭吼，你若讲等下我叫警察大人来哦，哎，准备哭，你看迄威严寡有，你话说大人做判刑，愈做愈歹，变警察啦，好不好？看不赢就搁卡死，搁卡死，吼、哦，即卖来连警察也无，讲地无爱，好不好？过来讲，连地步也唔是讲，叫做插头，有无？插头来啊！你有这？过来变啥？讲流氓，合法派遣的流氓。你看，伫个什么 KTV 啦，是夜店咧敲代志，警察啊！哦，好，那么台湾如果哦，独派作来讲的，讲台湾独立哈。讲台湾是已经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有无？伊个民进党的台湾前途结义文所讲的，这真正读个歹，无采这个麦那个陈水扁读法律的，伊唔知讲这句话严重性，为着2000年要选中华民国流氓总统，去改伊个台独党纲，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称叫做中华民国，对吧？台湾等于中华民国，你看我吃来无？人李登辉要怎样讲？这话袂使，我袂讲。中华民国在台湾，这句话内底你要看，中华民国本来唔是伫台湾，伊是伫别个，啊，即嘛流氓走路伫台湾，所以叫做中华民国在台湾，哦，还看得到他流亡的痕迹。啊，你阿公。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啊、哦！蔡英文安尼讲的，含陈水扁同款。你若讲要出卖台湾，无你嘛卖一个较好的介绍，咱台湾人来分。结果连卖都无卖，直接用上的。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等于中华民国。安尼，你看连卖都没有卖，直接用送的哈、哦。好，有什么风险？来，台湾人爱给你纳税金。爱做兵来保护家己，吼、哦！而且爱买武器，也是家己去发展武器，吼！发展武器这种开足侪钱，吼、哦！伫阿未加入联合国进程，爱家己自力防卫中国武力并吞，其他的国家无法律嘛无义务
出兵来给你干涉，对不对？啊，咱会当以东帝汶独立建国来做嘞。来，东帝汶，伫遮，啊，伊边有一个罗马国家叫做印度尼西亚，跟台湾同款，咱边一个罗马国家叫阿强啊。好，咱来看这個、东帝汶哈，伫1975年十一月为葡萄牙独立。叫做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哈、哦，但奥北夫加入联合国，到刚后就迄个印尼军甲入侵，哈、哦，并占领，然后成立伫1976年七月变作印尼的一个东帝汶省，哈、哦。了后二十年的统独，诶，这个抗争差不多死十万至十五万人，哦，这个人真悲惨，哈、哦。好，那么1999年的。8月30日，在联合国监督之下举行全民公投，当然绝多数的当地人拢同意为印尼独立出来哈。好，但是伫九月公投了哈，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印尼军阁台差不多1400个当地人，并摧毁当地人大部分的国家基础建设哈。造成到即嘛，当地人还阁是全世界上落后、贫穷。诶，这个国家大部分的物资爱靠外国来运作、来援助，啊，你看安尼有悲惨无？啊，这款的独立的国个结果，敢是咱台湾人要爱？咱的状况，赶快边啊弄一个罗马国家，尤其这身个特别大身吼，一只敢那恐龙的，足大只，足歹演的，你要演我倒，那无简单。所以，那么咱来看，伫美国建国管辖下来做一挂比较哈，一线之隔，咱以墨西哥州跟墨西哥国来做一个比较，这个美国的墨西哥州，啊，这个叫做德州哈，啊，这下骹灰色的这是墨西哥国，啊，一线之隔，你看，墨西哥国的人拢咧偷渡，为只偷渡要入去墨西哥州，代表啥？伫美国建国管辖下来。靠民主、法治、自由，个人要发挥的才能，靠有机会。所以，这个墨西哥的人拢要偷渡入去美国，要发展，哈。我毋捌听到讲美国人要偷渡去墨西哥，哈。好 ，OK。过来，咱来看美国跟加拿大这个边界，这两个拢是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拢足够水准的国家，所以。你真罕伫听了讲，美国人要偷渡去加拿大，还是加拿大人要偷渡来美国？你因为等于讲你是作奸犯科吼，迄不在无是咱的讨论的哈。好，所以表示讲美国这个国家真好哈。好，咱来一海之隔，共军占领红色中国，美军占领这个绿色这个台湾，来做一个比较。另外，二十几年前，中国那边。台湾迄阵，台湾钱淹卡巴，中国人拢为即个福建的外海有一个，福建的外海有一个平潭岛嘛，为啊偷渡，哦，查甫偷渡来为新竹偷渡起来，还是去屏东的哪边东港放疗遐偷渡上岸，好不好？这表示讲，迄个美国军政府管辖下的台湾，总是继续。自由、较民主，哈、哦。虽然国民党是无恶不作，但是总是伫美国的管辖下，也唔敢伤过分，哈、哦。好，所以为遮来看，红色中国算作失败，所以因的人民用卡来投票为了台湾，哈、哦，偷渡来台湾。台湾若伫美国军政府管辖下，予咱台湾人自治，咱免税。咱的台湾生产的物件销给美国免税，这国内嘛吼。台湾人因为咱是被占领，免做兵，啊，咱的国防甲军费美国爱负责，像甲你要搞占领吼，台湾的国防甲安全拢爱伊负责，剩落来经费来建设台湾，变作东方瑞士理想家，这不是足好的吗？吼。所以，
这是咱伫美国军政府会较来自治有遮好处哈。好 ，OK。过来，咱来用以台湾的名要加入联合国，还是中华民国要重返联合国来做一个分帖哈。好来，以台湾的名要申请入联，好来，咱先看讲，那要加入联合国的资格是以国家做基本的单位对吧？你一定还是国家，唔该加入联合国迄、那个国，有无？啊，台湾敢是国家？唔是啊，哦，因为台湾唔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咱是日本国台湾，哈、哦，但是被占领的关系，所以咱即马地位未定，哈、哦，唔是一个国家。国家认定有标准嘛？要有人口，要有领土，要有政府。爱外交权，这个顶管这台湾朋友顶管这人口，无摕你台湾国的身份证啊，即马拢摕中华民国身份证啊，吼、哦，所以台湾国无人口，这个台湾朋友，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所以台湾国无领土。即马这个政府叫做流亡中华民国政府，唔是台湾国政府，啊、哦，即马。有22个国家小朋友国家建交的，拢是中华民国的外交部派官员去跟人签建交公报，唔是你台湾国去跟人签的，所以嘛无外交权，所以即世人无，所以台湾绝对唔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好、哦，这做明显的。好，啊，咱台湾人拢自认为敢拢有啊，改成咱拢有，台湾国拢有，但是我甲比者，敢若讲。一只狗，狗山啊，人模人样，我立马就甲洗身躯洗洗嘞，吼，沐浴而冠，完了甲西装穿嘞，内裤在拍嘞，手牵来讲，来，我带你来火箭事务所签身份证，咱要加入联合国，阿边啊就是冲这波，要用台湾的名，要加入联合国，所以伊送的资料送给联合国秘书处，甲退件好无？你都要唔是人啦、啊？你还袂进化做人？你看有脚有手有嘴有鼻，什么都有。问题你都还袂进化做人，你要唔是国家，所以你无资格加入联合国。那么台湾国际地位日属美战哈，啊，伊即马台湾只是地理名词尔，好、哦。卡苏公，台湾若真正你要建国，嘛爱。照步来，照国际法，一步来，哈，一步一开，哈，来咱来看，就是爱先要求美国军政府入来台湾，终结国民党政权，把台湾朋友这个政权交咱台湾民政府，和咱台湾人自治。一段时间了，台湾人洗脑，佮恢复正常，咱即马拢笑的哈，拢破的，拢要教歹的。到正常了，过来爱学琉球反乱模式，来台湾反乱日本，好不好？爱要求咱个美国、日本政府、跟美国政府谈上，讲我爱开偌济钱，甲台湾平和这个战争债行。因咱迄阵，我那为南部空军基地用飞行机甲这个美国个领土菲律宾炸个密密麻麻。美军啊，死作多，军舰啊，沉作多，飞行机啊，拍歹个，这你毋免敢赔吗？你敢若讲咱开车，人美国车伫头前好，啊，咱台湾即台胃也白共弄落，爱赔无？人好无代无志，你去共拍是咧拍安怎？所以这个战争战你若无赔，未通哦。OK， 好，咱台湾反完日本了，我如果如这。赔偿的动作，钱交了，签台湾反完协定，根据台湾反完协定，已经登入日本了。好，咱变大日本国的这个成员之一。那么你若要离开日本国，还佫要求日本的母国的参众议院订一个领土分离条款。这个条款，领土分离条款来做法源，根据这个领土分离条款法源，咱来办台湾的公投，佮来决定台湾未来要何去何从。看是要继续留伫大日本国内底，还是要家己变作一个国家，但是跟日本是合作协约国，吼、
就是像大英国是安尼哈，大英国是有53个国家，哦，包括加拿大、哦，澳洲、哦，印尼、马来西亚，这拢是印度，拢是大英国是成员国。因尊称一个虚位元首，英国女皇。啊，咱买这样看，日本变作哦邦联，就是咱尊称日本天皇是咱的元首。啊，但咱有家己的军队，家己的外交权，哈、哦。甚至你买这样讲，讲到讲我要做中立国，我看日本等距，看中国嘛等距，看美国等距离。建交，那个，哦，弄个这样和平往来，哦，这种，这里边公道有法院，咱，开来办公道。但是阿扁啊，民进党这个政府当时就任起哩，就为遮，有无？上头前，直接就要跳来靠上后壁，拢无要照这个步骤，这国际法的步骤，一步一步做，无，直接就要跳来上后壁，就要公道啊。拢无管讲台湾朋友这块土地受旧金山合约管辖下呢吼，控制掉了，拢无要管国际法呢。这下底讲，有可能看讲啊，恁台湾人作反，无唔对我反，无唔对我台湾反，哦。但是你也会记反吼，不要搞错了。你看咱定咧讲外国进口入来物件，有反食料、反煤啊。番茄，好不好？番薯，这种外国进口里边，搁环保会嘛是啊？哎，环保会，这种外国人咧用的，外国人引进入来，结果蒋介石1949年，哦，引进遐侪只猪来给咱饲哦，因正讲是番仔猪啊，哦，因外国来嘛。咱是本土的，结果咱本土的那种叫番，所以这天地拢颠倒讲、颠倒变的吼，拢乌白讲。咱在地上讲番，好，好。那么，那么用中华民国的名要重返联合国，安那看？安那来看？1971年联合国的2500号国际文哈，伊安那讲？讲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啊，承认伊的政府代表中国。在联合国组织唯一合法的代表，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位于在联合国国际的组织，甲所属的一切机构，将来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为这来看，中华民国无离开啦，好不好？是蒋介石的代表希望踢出去联合国。阿舅妈。换啥物人去代表去坐迄个位啊？然后讲，倒啊，伊啊名牌请啊，伊啊拢啊伫咧。即马伊啊换啥物人咧？毛泽东派伊个代表去伫遐坐。所以请啊，你来看联合国这个伊啊，请啊这个无换。即马就是讲请啊是一个国家的名，只是换政府。他叫做重庆政府，还是蒋介石政府派代表去坐。现在换政府，换一个这个共产党的政府，毛泽东的政府派他的代表去坐，伊啊名牌倒啊拢无啊。所以中华民国并无退出联合国啊，是蒋介石的代表用驱逐出境安尼，哦，驱逐出联合国。啊、所以你即马阿扁啊，迄阵讲要用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先啦。我无要看你抢这条刀啊，加这个名牌，我家己做一条刀啊，做一个椅啊，做一个台湾名牌，我要来坐到边啊。未通啊，因为你也毋是国家，所以人无见努力入去哈。好，啊，咱来解读 China 以前个是瓷器的哈，你中国有迄个陶土会当烧做灰啊。个烧做白灰啊！哦，迄烧去到澳洲，贵重重，含黄金平价。因为迄阵澳洲也无即款技术做灰啊技术。哦，因捌像啊，即种白白可能用鸡卵壳落做，用鸡卵壳烟雾落去烧袂出来。哦，好，支那，这中国人听到支那就
起动，因为日本是甲用这个音翻译希腊哈，有滴用希腊的哈，这是日本人用支那啊，中国人听了支那就作解叫的，介奇怪哈。那只是一个音译，你看咱咧讲迷你裙，咱嘛是翻译美国的这个尾翼啊 ，mini 哈，作微小的、短小的物件，叫 mini。而且音译过来作正常的，咱也袂受气啊，但是中国人听了支那就受气，就起动。啊，那台语是讲的都是菜篮，哎，菜篮。啊，这嘛音译哈。啊，过来讲吃哪哈、啊？中国人都咱较早嘛定咧讲，这食国民党诶，有无？你嘛这食国共产党诶，因做个假公济私，遐落济私嘛吼、哦。哦，你嘛要办啥物？为着要开会，爱来餐厅办哦，高档诶餐厅食饭，啊，拢开公家诶钱啊，讲吃哪？啊，即嘛都更上好谈，官员含建商交接。因中国一个命令落，甲你壁条啊，甲你喷出6月23号拆。你若23号你唔拆，怪手来，你内底名拢来讲讲落去。啊，拄讲关张哥一个做好谈尔，吼、哦。所以贴对 China 哈、哦，即马来哪边有钱可以拿上好，钱拿来上红包来，哦，你要办什么证件？吼、哦，红包要送来，啊、哦，这是中国人啊，哈、哦，好。那么，伫国际法的规范定义，中华民国的1949年10月7日就已经死亡了，哈、哦，无多个代表中国 ，OK。但是美国一直咧甲蒋介石撑腰，所以一直好动荡到1971年，蒋介石的代表卡用。踢出的南国哈、哦，那么中国跟中华民国跟剩金门马祖，根本是一个残余的国家，等于讲死蛇活尾流了哈。头前99%老死啊，剩迄尾流啊都在撇的哈、哦。所以中华民国已经死啊，无法度去还的嘛。哦，过来，台湾国嘛还袂出世，要哪入人？哦，一个死啊，啊一个还袂出世，安尼。我来讲一个三个小的，伊住伫个精神病啊，这个故事。这个关于精神病的病院吼，啊，每3个月，医生拢会去叫因来伊个诊疗所吼，佮重新检查看卖，问看有正常无？若无正常，看药啊，爱佮食一粒无效的，爱变食两粒安怎吼？定开药啊！今麦来叫因三个坐吼，啊，医生就伫个壁用奇异笔画一个门，佮画一个门把，啊，甲讲，啊，恁两个好啊，一定有点门出去啊，迄两个人啊，都装去抢门都阿咧开呢，开袂出去啊，医生还同啊，安尼无效，这药爱换，啊无爱下较重药咧，顶来，还佮关，啊，廿日要关。啊，剩迄个吼，看到正常，讲，安尼即个好来看，讲笑笑讲，总欢喜笑笑讲，哎、欸、呀、啊，你好啊吼，啊，你来无要出去？伊讲，啊，伊两个笑的，啊，锁匙伫我遮，无来甲我摕锁匙，要哪出去？哇，啊，这个够差劲啦！对，哎，无来甲我锁匙伫我遮，无来甲我夹锁匙，要哪出去？哇，医生希望越高，摔得越重，哈、哦。海头啊，这三个拢爱搁了，搁继续关，继续治疗哈。而、哦、这三个咱来看，哦，是唔？这三个拢无认为家己有病，拢认为好啊。头前迄两个讲叫门，讲一定出人，两个终于开门。啊，迄个讲锁匙伫我遮。头前迄两个冲去开门的哈、哦，这是较无台湾意识。无独立思考能力，无党无派。国民党甲咱台湾人教教，互你无独立思考能力。你会记咱不是拢思维题，啊无就即个填空题。
天皇帝因阿公叫你爱写四字的吼，你若写三字唔对，写五字嘛唔对，啊，拢爱标准答案，干那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你袂使乌白想，所以咱拢咧等答案，拢咧等中央下达指令，哦，拢讲政府有下什么命令，咱叫政府啊，是叫伊个行政命令来做。训练甲咱台湾人无独立思考能力，吼、哦。那么第三个是独派人士，伊自认为伊压有台湾独立建国的首势。啊，阮民进党，阮人台湾派的人上济，啊，恁台湾民政府才三五万人呢，你无来看我夹，首势伫我遮呢，你无来看我做伙，要哪建国？安尼？其实咱不是要建国，咱是要回归日本，咱要回归台湾地位正常化，吼、哦，咱是大日本国的台湾，啊，所以这个独派人士，我较早阿伯拄着秘书长以前，我就是独派人士，哦，自认为我来挖一个洞，利用洞的力量要来引导国民党，结果演到两千年，阿扁也得总统。讲迄个四不一没有，我拢倒向呀。哦，阮只独白拢倒向呀，有够失望嘞。哦，好。那么这医生就是咱 TCE 的成员啊、哦，咱民间的成员，伊拥有正确国际法理，连贯观察，哦，观察伊伫破病的台湾人。今仔日来遮，阮所讲的就是解药，来甲你解毒。你来这上课，就是咧学做医生，好、哦，所以你来学好，唔好出去医院拢医死哦。迄册爱读个通哦，唔好出去讲台湾要独立建国哦，哇惨啊！美国绝对无爱予咱台湾人独立建国，安那？这块土地是我死作的美军牺牲作的战斗的装备，所占领，底下伫我手里。我哪会当予你独立出去？我咧等日本天皇提钱来赔啊！啊，你着要甲我关一堆啊！所以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咱迄阵听着讲台独代表战争，咱拢想讲哦，阿强啊要敢拍？唔是，阿强啊抓头抓尾拢无台湾平和的这块领土的这所有权，所以伊无权利，是美国要甲咱拍。哦，你要搞清楚，美国咧讲台独代表战争，这伊呢？副国务卿讲的哈、哦，所以咱爱把这个台湾的国际法律爱弄清楚哈，唔好夹唔着路，哈，唔好出去只学好咧，学无几步啊，出去拄着迄民进党啦，卡口讲的，换咱阁有先头等的，伊阁要台湾独立建国万岁，哇操，阁惨啊，好、哦，所以台湾人讲或者。好骗歹假，尤其遐读册读足惯的，哦，诈骗集团做个歹，连那什么，中科院，唔是中科院，中研院，做个副所长，敢若讲，敢要2000万去迄个诈骗集团个骗你，好不好？中研院，你若做一个研究员，中研院的研究员就新闻第一拢足惯啊，做个副院长。嘛，做者教授，大家教授，迄个诈骗集团骗，迄就是读死册，吼、哦，尤其做个读册，对国民党个毒阁愈深。好佳哉，我着迄阵较含慢读册，迄阵爱拼经济，吼、哦，家庭散车，无着专心读册，所以我中个毒较浅。所以秘书长，我敢若听一场个演讲，我着规个性格转变，吼、哦，所以对伊对个即嘛，安尼发烧烧个即嘛拢袂退，吼、哦。那么理想建构台湾的未来模式哈，就伫美国军政府下加咱台湾民政府，和咱台湾人家己组织，啊，还是以立陶宛的模式哈，过来琉球环的模式等于大日本国哈，还是含日本作为邦联，还是联邦，还是做中立国哈，这几种将来都可以，那一定做会成过哈。那么咱来检讨本土台湾人对美国。有一寡错误的期待，哦，咱真侪上过高级班了，咱的学员拢会甲咱反映讲，
啊，那不要叫美国拨经费，和咱台湾民政府来发展组织啦，吼、哦。啊是，那不要叫美国的军队赶紧来占领台湾，接管台湾，吼、哦、啊个，流亡中华民国国，赶紧进门妈祖，足多拢会来搞问这个问题。但是咱摸袂记，咱是啥物身份地位？好来，那个，咱来认知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侵咱台湾，日本台湾是敌对国。那么咱战败，咱用战呢？我们是被占领者，美国是占领者，这个上下位阶咱来搞清楚啊、哦。美国对咱民间有两个要求，咱敢有准备好？两个要求就是讲要训练四千个哦，来上过高级班，上少要四千个。啊，身份证办身份证要41,000分啊、哦。OK， 那么这两项咱拢还未做到，咱无资格要要求这三项。而且第一人讲叫美国人提钱来，和咱台湾民政府来发展组织，这嘛对咱家己本身无自信，吼、哦，自我看清，你家己无才调去募款，吼、哦，去唔是出去共募款，咱台湾人家己无法度提钱出来斗三共，台湾民政府这件事件，迄、那个来教台湾民众吗？哦，这一个格调的问题，吼、哦，莫提别人钱，吼、哦。所以咱若这两项要求咱无做好，咱所以讲要求，敢若讲一间公司哦，啊，咱伫遐做职员，那么咱去变数，伫变数，完了拄着当组长入来，啊，甲咱员工做甲当组长，啊，当组长啊，这涂骹遮惊人，你若无变变扫扫的，煞换咱新落咧指挥当组长，好无？是毋是这个意思？啊，咱搞不清楚。身份地位，咱是被占领者，吼、哦，咱是爱听美国军政府所下的指令，咱照个指令做，伊叫咱做啥，咱做啥，一步一卡，好啊，配合美军，哈、哦，美国军政府，好，来，麦克阿瑟讲，台湾是一只未定的防空母舰，好、哦，照讲咱台湾人爱亲美日共同来防卫台湾，你啊看，麦克联共制台。啊，咱煞袂晓联合美日来保卫台湾，吼、哦。那么台湾是只做歹运的，都变啊一个罗马国家，啊，美国佫离咱遮远，吼、哦。啊，有时啊，你我捌你困之前咧空思梦想吼、哦，我想，咱台湾人民政府将来执政吼，啊来开国际标开两个，第一个就是讲邀请所有全世界上牛的科学家发展两样物件，一个上大机，佮上来机啊，甲台湾下骹那个机要开，啊，佮发明上大粒诶核子动力诶引擎，下骹甲倒咧，啊，变做一只船啊，甲驶来美国边啊只，哦，啊，我认为讲伫即个圣地亚哥边啊只吼，伫搭只敢若袂歹，吼、哦，因为伫只吼阿强啊，迄到尾2000粒诶飞弹对准咱啊。啊，咱若甲刷来遮，我伊拢300公里个尔，射来到遮就落落啊，到遮就落落啊，无都射来到遮。伊有能力射来到遮啦，伊拢足大粒个迄个洲际飞弹，迄一粒拢爱几啊亿吼，伊无遐济钱啦。啊，有阵啊，伊个阿强个飞弹，迄袂准啦。有时啊，讲要，若讲要拍咱遮吼，有时啊可能拍到台北去，足袂准个吼。啊，那么多射在过头去拍了美国的本土有无？去拍了洛杉矶，还是圣地亚哥去拍了美国领土？哇！安尼美国就有理由通甲修理啊！美国咧找无机会甲阿强修理，趁伊即马希腊哥还袂发作用的时吼，也足好拍。你拖愈久愈拍，所以美国拢咧找机会要甲修理吼。啊，无咱这只船啊吼，袂使入侵人的领海哩。伫差不多100公里外，吼、哦，看一个适当的地点，就甲搁浅咯，吼、哦，好唔好？好，困懵困迈，我白忙好唔？好啦，我今日拄久啊，讲一个俏谈，哈、哦，来，你嘛阿强啊，吼、啊，伫、哦、10多年前去甲乌克兰，都苏联解体了，乌克兰完了，一直没落了。虽然嘛无钱通去甲这只船完全做好，所以
下底啊方位足久啊，都歹滴啊，都尾啊阿强啊用歹滴啊价甲买，啊经过差不多十年的改装吼，啊出海市场，哦，就出来我第一个看到这个图片，我惊着了，啊要求这是乡土团的哦，无来青烟青安嘞，你为遮着看，因敢那营运着做袂好，咱的车是毋是啊赛五六年啊，会摇烟对吧？啊咱着爱磨零骨啊去修理。啊，这新的引擎导给的摇烟，你看，表示讲引擎的技术要作差哈、哦。所以，我咧上我咧个笑讲，啊，若要拍这只航空母舰都做好拍，啊，看对来咧牵引啊，都跑向遐个下来就对啊，然后免经过什么 GPS， 哦，免什么卫星定位，拍就对啊，哦。所以，啊，伊这只叫做瓦良格号嘛，哈、哦。瓦良格号出航这个时间的，啊，我甲翻作台语讲，瓦良公号出航，因有两公啊，吼，青烟青一零，新的引擎导个青烟青一零，啊，即马咱甲笑吼，笑甲伊歹势，讲好无改名，讲改做私人吼，私人叛变那个私人号，吼，要来攻台湾，迄阵私人就叛变郑成功吼，引清兵来拍郑成功啊，我用私人号。啊，我甲翻做台语讲西人号，啊，这条都西人号，我甲笑个，啊，这样拍摄个改，你妈改什么名？改辽宁号，啊，台语讲我都辽宁，啊，你看，我两公，啊，我西人，啊，我辽宁，我，啊，你妈唔代表改啥唔代啦吼，等你改咱卡过来翻译，好，啊，这条就讲无无人机的，无战斗机的这个。航空母舰的这只哈，连 YS 都无多做 ，YS 迄条高科技的基础工业呢，你的基础材料你若无法多做，你无材料做迄条 YS， 咱一般 YS 拢较刚性、较硬，这条是爱有弹性、爱有 Q 度，迄飞行机迄个落来迄个扭的迄个瞬间的拉力哈，你还会堪你互伊扭，佮有弹性，弹性就倒转来了袂 Q 伊，咱 YS 你若扭了过头重。我要做 Q 哦，用一盖就爱弹掉啊！哦，你若吊装吊到超过伊迄个拉扯的力量，迄我要做你甲放量的时阵拍个 Q 哈、哦。所以迄是高科技的产物，伊我都做，伊买甲俄罗斯买，俄罗斯也袂瘾买安那。中国解放军因的采购单咧无信用，啊、哦，迄阵讲要甲俄罗斯买，安那买300架的这个苏凯27。结果搞100架了，讲阿伯还卖，开始讲仿造，好不？讲轰今嘛就歼十，好不？因为歼十是轰苏凯27，安尼了，你买个阿伯，我阿叔伊就袂跟买你啊。啊，今嘛有听讲，唔知去甲对一个国家买中国的吼，等下咧倒。好，所以中国的科技无影讲，甲伊的军事外强哈，咱来往只看就知影哈。美国总统。伊伫1982年就成立一个哈、哦、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哈，伊迄阵要创一个星战计划，我、哦、这个星战计划真趣味，就讲也是压垮苏联最后的一根稻草啊。伊阵刚骗发布假消息讲，美国已经我都发射迄个雷射卫星哈、哦，就是迄个卫星伫外太空啊。哦一定发射雷射炮，哎，雷射炮还是光速，就别讲了，一定直接拍到莫斯科啊，还是拍到你的那核子弹的基地，哦，苏联惊啊，紧张啊，所以请所有的国家的力量，所有的科学家，一直拢咧想办法要研究新战计划，要跟美国对抗，结果所有的钱拢投入伫个无路用的、无生产物件、人民无饭通食，买一个面包。排队排几半，本来几排几个点钟，今摆排几工诶。到尾啊，即个查某诶，手机去招人讲啦，毋免做工课啦，厝里拢无物件好食，你伫阿咧做工做啥？连查某啊拢做啦，到尾啊，苏联人瞬间就解体啊！吼。你看美国，1969年7月就。美国太空人阿姆斯壮的登陆月球，哈、哦，
一几年，差不多五十年，四十，到四十年前啦吼，四十五年前。你若像四十五年前，美国就登陆越久，阿强啊，2012年要搁咧学太空舱对接，啊咧学太空漫步，啊你看，干那安尼你就输人上就四五十年，对吧？太空科技就是你所有的你国家的军事啦，还是其他科学的一个指标。啊，我咧拍字吼，我注音吼，啵啵啵，我拍招字字出来，我啊无说就甲气了，说阿姆斯壮不小心撞上月球啊。啊，因阿公啊，2010年咧，啊，有人讲台湾经过多年来民主选举后，逐渐转变主权独立的国家。哦，听起来敢那作数呢吼？看我转变，咱必定你捌讲。你骑一台卡达车，看我骑，看我变，变出一只变如出来，敢有可能？还是你使卡达如龙啊？有无？如龙还骂古看变如作讲的，如龙啊三空三有无？你看我再使，会逐渐转变，变一只变如出来，笑的，吼、哦！这是国际法无这款法官，吼、哦，国际上嘛无先例，吼、哦。台湾的战争债还袂还清。台湾朋友，这个主权还搁抵押伫美国手里，咧等日本政府提钱来还，啊、哦，所以无可能转变一个，伊这个讲法拢未通的啦，哈、哦，这个未通。所以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哈、哦、，OK。好，实施有两种，台湾也有两种，哈、哦，咱来看哪两种。好来，这个是政治的台湾。这个代表就是流亡中华民国政府，就是台湾管制法的内底所讲的台湾治理当局，伊的头家叫做美国在台协会。那这个美国伊的组织架构内底讲是民间单位，哈，一个民间单位会当管流亡中华民国政府，管总统府哈。那么伊头家是美国的国务院，总头家是美国总统，今嘛是奥巴马哈。好，另外这边。华理台湾，下骹代表是台湾民政府，伊个头家是美国台湾军政府，顶管是美国个国防部，总头家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这边政治你会当讲，朱哥前捌讲个，政治是高明个骗术，讲政治话拢讲模棱两可，哈、哦，拄着人讲人话，拄着鬼讲鬼话，会当说圆地扁，但是法理个台湾。军方这边就作定步哦，讲法律，法律安怎规定，照法律行，吼、哦，袂当互你乱来。所以是安怎？1996年台海危机，克林顿总统爱依照台湾关系法，随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舰出来，迄毋是出来佚佗，毋是要来华人看海豚，迄、那个鲸豚呢？吼、哦，迄是真正爱开钱，有战斗任务。真正擦枪走火就真正就展开啊！哈，你别再开玩笑。所以这边该定波。所以咱台湾民政府，咱秘书长常在讲，我们要一切依照法理，袂使走正去，袂使家己想家己欢喜。哦，讲台湾会当逐渐转变成主权独立的国家，袂使安落袂来，照步来哈。哦、咱来分贴，新日本国兼大日本帝国哈，这里讲在讲哈。我咧讲，昨有咧讲。你若甲韩国、台湾、甲日本甲合作的，就是大日本帝国。这红条拢大日本帝国哈，甲台湾、甲韩国，好吧？好，你先我过。到底啥物人开始讲我做台湾人？哈、哦，有人讲认同台湾。啊，若要认同台湾，从20几年前为平潭岛偷渡来台湾，即拢认同台湾，安尼迄敢台湾人？他用卡来投票投来台湾，哦，袂使啊！哦，过来有人讲爱台湾呢，对，只要你爱台湾，无论你啥物人拢会点啊。啊哪呢？胡锦涛、江泽民，啊，即卖习近平拢足爱台湾呢。好、哦，伊敢袂当做台湾人？嗯，袂使哈。好，过来，只要住伫台湾的人，无论你是新住民还旧住民，哦，无论你是1949年逃亡来。这拢未通，吼、哦，
咱来照台湾公民权利法案的规定。哦，这上简单，咱有一本台湾公民权利法案，照内底规定，才能变做台湾人。哈、哦，啊，你若摕中华民国身份证的人，有人我有中华民国身份证，啊，拄啊表示讲你是中国人，你唔是台湾人。好、哦，所以以上皆非啦，哈、哦。好，这张我要来讲一个重点。咱这个民政府发这张公民证，有照一个 class 分类。只要你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日本时代有户口、有户口成本的哈，包括也后代拢会这样摕到这个 TW 这个身份。啊，将来当民政府执政，都要有这个身份证，有 TW 身份的人。靠有选举权，吼、哦，靠当做公告人员，所以以后若选举，就拢咱本土台湾人来决定。啊，因中国人若来申请这个身份证，咱干那会当予伊这个 class 的分类是 C 就是 Chinese 中国人 ，E 就是 exiled 就是流亡难民的意思，中国难民，因摕号做难民证。啊，因 C 摕这个 C 人将来无投票权。嘛，袂使做公告人员，因为这些老师，中国老师，拢咧误人子弟，我就是被误的人之一。哦，我册读无好，原因就是因拢讲因的乡音，我听拢无，因为我咧学电子学，啊，叫一个空军电子学校的老师，我唔知伊对是省级个，教我听拢无，伊讲话我听拢无。情况伊讲真空股，你敢听有？真空股是啥物件？真空管。你看会分伊袂？我安怎摇了摇无？讲变压机，变压机是啥？变压器。哦，莫怪我，我甲头壳起戆吼。所以遐人袂使去互伊做公告人员，吼、哦，袂使互伊乌白投票，投讲要跟阿强啊。联组会要甲因统一吼，所以因无投票权，袂当做公告人员。好，所以以后台湾人就靠咱的身份证来判别，吼啊，台湾的事务拢咱台湾人家己咧决定，吼，一切依台湾公民权利法案来发迄张身份证，吼。我是台湾人，毋是中国人，吼，我爱台湾。所以我摕台湾政府所发的这张身份证，有晶片的，唔是摕这张，哈、哦，好，有，那个台生，我是到五十分吗？还是到十点？好、哦，好，那么我对咱本土台湾人，哈、哦，咱姐姐，咱这同心有一个寄望，哈、哦，咱来甲，我、哦、这张球啊。伫成功大学迄张签啊，吼、哦，发了足勇敢、足水的哈。啊，我甲比喻讲，即张拄啊像国民党安尼同款。伫台湾即块土地顶悬，吼、哦，属台湾人的血汗，属咱的血，吼、哦，啊，食甲安尼肥肥。啊，咱拢要甲沿路倒，拢沿袂倒。啊，但是台湾人拢会想，啊，咱有三明治啊，有三立电视台啊，民视啊。啊，个《自由时报》讲三明治要来个 N 号岛，靠遮个媒体要来 N 号岛，啊 ，N 十几年 N 袂倒呢，吼、哦。咱遮咧个美都啊，看呐，树尾咧做风台呢，上遮树尾小可受伤呢。你看经过遐侪苦难，哦，迄、那个食安问题有无？发生遮侪件，吼、哦，什么塑化剂啦，哦，起云剂啦，啊个。地沟油啦，啊，遮个事件，嘿，到尾才知影讲，咱台湾人癌症的遐济，原来就是咱拢许国民党遮官商勾结，遮个人咧毒害咱台湾人的身体，哦，所以病开遐济间，拢无够病床，尤其呆呆，你急诊不止拢爱困涂骹吼。那么咱台湾民政府根据国际法理，咱是咧来乌遮金。要乌灯，吼、哦！咱依照国际法律，这无法通有法度跟咱辩驳。咱个即嘛，咱秘书长写遮个本册，无人敢伫网络
来批评咱民政府这所内底所讲的法理的论述。民进党无遐人才，哈、哦，民进党真可惜，伊自我感觉良好，讲我有法度吸引遐侪侪侪台湾人遐人才伫个身躯边，结果这人才都唯一无受过国际战争法的训练过。所以无搞不清楚，你用平时的国际法呢，哦，所以无都进入台湾的真正的、欸、重要的法理核心，哈、哦。另外，咱台湾有税无？你有爱台湾无？啊，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嘛作爱哈，爱被我咱死的对吧？台湾虽然无税名。台湾真正足水个，即2008年十一月份，我去爬山，东海岸翕个，有够水。我嘛有咧想讲，即嘛有可能牡丹社事件吼，迄琉球个渔民、宫古岛渔民传染，伫只登岸起来吼，嘛有可能是即个所在。那么台湾四百年来，拢咧有外国人咧统治，吼为。荷兰人来，把咱台湾变作一个贸易的基地哦，叫咱台湾人，诶，平埔族还是高山族，去掠鹿啊，有无？迄阵梅花鹿、水鹿，迄阵鹿啊，鹿口比人口还多。咱即马定咧讲，出门爱较细节，唔好车弄着。迄阵出门爱细节，唔好鹿啊弄着，吼、哦。啊，迄阵鹿皮。伫以前会当做御寒的衫裤，哈皮衫，会当做做着工具，做马鞍啊啥有无？啊，包括像日本武士的剑甲，好无？迄拢用鹿皮做的。欧洲嘛同款，哈、哦。啊，所以荷兰人来台湾，就是叫咱台湾人去掠鹿啊，剥鹿皮，啊，和荷兰人销东北，哈、哦。东北亚，吼，日本北海道啦，也是韩国迄寒冷的所在，包括因欧洲的，嘿，北欧这边，赚足侪钱，包括佫叫咱建甘蔗，好无？荷兰人发现讲，台湾啊，这个纬度足适合种甘蔗，含古巴介共吼，啊，所以嘛叫咱台湾人去建甘蔗，吼，啊，所以咱变伊个贸易基地，迄阵蔗糖会当连做乌糖，乌糖迄阵。是高奢侈品，哈、哦！运到迄个澳洲，哦，迄种高奢侈品，哈、哦！啊，过来换地先公，把荷兰人赶走，我咱一个伊个反清复明的复兴基地，一个咧做人的基地，好、哦。那么大清把地先公打败了，大清的官员伫台湾，把台湾当作伊捞钱的基地，有无？三年官，两年官。中国人贪污是这三千多年，就是拢贪污的这个官员在做大了。好，即马换日本打败大清帝国，只有战争打赢，摕到台湾。本来拄开始日本咧统治台湾，统治到哪做恶杂个讲，吼、哦，真歹统治。迄阵台湾人，我那。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乱，安尼吼，完人家美国，迄个日本本来讲要甲台湾卖予这个法国，敢那要卖异法人个款，险啊甲卖，尾仔因只发现讲，哦，山顶足地新武器个，足外机个，哦，迄无价之宝，唔啊尾仔阵卖袂，佮开阿里山铁路吼，开一挂个高山铁路去运遐茶，对吧？日本人做爱台湾个新武器吼，因为卖酒，啊日本人介大。房子做的厝、哦、啊，台湾就是日本人来这个八田雨衣来做这个乌山头水口那个水口吼了。一点灌溉这良田，变作昆嘉南地区这个平原变作鱼米之乡哈，一、哦、点提供真大量的粮食，等于给日本。包括日本有在条发动南太平洋战争，就是伊
有台湾这些基地，南京基地，德鲁牛草，哦，因为所有你三军未动，粮草要先行的，就你牛草要有八九，你靠足够发动战争，啊，那无，迄兵啊三更无食饭，变啊少点，就两家两力啦，穿都夹袂起来，哦，所以咱变日本的南京基地，一个做咱的基地，战后。中国军来，哇！因国共内战败逃来台湾了，佮讲咩？叫咱招咱讲咩？反攻大陆无？咱佮变个反攻大陆的附近基地，四百年来拢咧做人的基地。好、哦，来你来看这，你看这作祟的，但你有注意遮无？这是一个人造物，这是一个基地，这就是满洲恒春的东边迄个满洲，佮较东边。东海岸边啊，有一个九鹏飞弹基地哦，中山科学研究院呐所研究出来的飞弹，拢直接咧试射哦，这是一个飞弹基地。无甲你讲，你可能准看啊，都哦山哦水水啊哈，咱拢咧做人的基地哈、哦。好，那么今仔我讲到这，多谢各位，谢谢。